选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就采集一个有一个资料。这是江西鹰潭警方拍摄的一段视频，这名服刑人员名叫熊昌荣。鹰潭警方之所以找他，是因为他们正在寻找一名20多年前走失的儿童，而熊昌荣很有可能就是当年那个孩子。真没想到，我到前几天我还做梦，哎呀，我还这会回来，真是老天眷顾我。我是从来没听到说这么多年的儿子还能找到。语言无法表达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讲的是跟天上掉馅饼这种感觉。他们就是当年那名走失儿童的父母，听说孩子找到了，两个人都非常高兴，即便这个孩子现在正在监狱服刑。就想着这儿子怎么会犯法的，不是不是在外面流浪啊，可糟糕了，你也没有文化，又在外面流浪这么多年，又没有母爱，没有父爱，没有家人，没有亲情，又哭又坐在那里哭，又想又今晚上没睡好。我们兄弟也讲了，讲了讲了，真的这样的是俺叫我们不要认他回来。我说这个不是叫3年半我就认他回来。为什么？假如说3年半他一辈子都在猴子里面过，你就是说了，我就一辈子难过，一辈子都难过了。因为本身我就已经是亏待他了，这几十年他没在我身边养他，也就是没讲教养他，才会造成他造成这个结果。所以我说不是大事情，我是一定要了。和陈廷瑜的儿子20多年前从家中意外地走失了，现在喜从天降，儿子找回来了，这让他们两个人感到欣喜异常。虽然一开始他们得知儿子还在监狱服刑的消息时有些诧异，但是很快儿子失而复得的喜悦压倒了一切。就在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可以和儿子相见的那一刻时，警方传来的一个消息让他们的喜悦瞬间烟消云散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聚焦一线，直击现场。20多年前，悲剧突然发生。老四，你儿子不见了，那我就扔了东西，我就跑。天塌下来感觉，想不到真的被敢相信这个事情。几十年苦苦寻找，喜悦却瞬间落空。很头痛啊，因为经过这么多的努力，结果还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他们破灭的希望能否再次升起？27年后的重逢，一线正在播出。当鹰潭警方在监狱里第一次见到熊昌荣的时候，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劲。这个小孩子85年出生的，现在应该是大概30来岁，看到这个熊昌荣是40来岁，包括他的身份信息都是40多岁，就感觉不像。原来孙思英的儿子是1985年出生的，不过30岁左右，可是眼前的这个熊昌荣明显要大得多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？很头痛啊，因为经过这么多的努力，结果还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采取了这个人的血。经过 DNA 检验，警方最终确认这个熊昌荣的确不是孙思英的孩子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警方当初是如何找到熊昌荣的？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呢？孙思英的孩子又在哪里？要弄清楚这一切，要从20多年前说起。1988年3月26日是孙思英刻骨铭心的一个日子。那天他正在工厂上班，忽然看到母亲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11点钟不到的话就到我朋友，老四，你儿子不见了，那我就扔了东西我就跑，他那个掉到电梯底下去了，全身发抖。孙思英一边和母亲往家里跑，一边听他讲述孩子丢失时的情形。我说我在厨房烧饭，当时不锁，他肯定就开门的。我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去的。孙思莹的母亲做好了饭，左等右等，却始终不见孩子回来，去附近找又怎么都找不到，老人当下就慌了。妈妈就哭了，当时就哭
丢失的这个男孩是孙思英唯一的孩子，名叫陈丽。那天我跟他穿好袜子，他刚好在脚上这里有个胎记，这脚肚在这里有个胎记，我就说我还是不会丢掉，还没想到我没说话那当天就丢掉了。孙思英的母亲家出了门就是一条热闹的大马路，孩子若真是走丢了想找回来非常困难。当天孙思英的丈夫陈廷瑜正在外地出差，她马上给丈夫打了电话，头就嗡嗡一下，这个离心包什么的就掉地下去，失去了感觉，那感觉天塌下来的感觉，想不到真的不敢相信这个事情。放下电话，孙思英赶紧通知亲戚朋友去附近一起找，问找到每个角度去看，那孩子躲起来你都看不到，我的脚都被自行车碾压了，都不知道痛。那几天鹰潭一直下着大雨，周边水塘变得非常深，有亲戚说孩子该不会掉到水里去了吧。我就叫人家打捞啊，自己我说如果找不到走，我跟他一起去生，我说我就下去捞，他们就拉到我，他让知道这水塘里多深吧，你下去爷爷死了，就父母就紧拖着我。水塘里没有发现，父亲找遍了也没有结果，孙子英开始担心孩子是不是被人拐走了，他和亲戚们又来到火车站汽车站四处打听。我看到有抱孩子的，也不就是拉下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儿子，丽丽啊又不是，人家都说你神经病。一天过去了，孩子没有任何线索，精疲力尽的孙子英这时才想起去报案。因为我们的办案经验，当时这么久没找到，很有可能都快办。第一个呢就是调查访问组啊，走失小孩的地方到街坊邻居调查一下，在一个附近的临街店面啊，第二方面的工作，比如说在电视台咯，鹰潭报社咯，发新闻启事咯，对铁路沿线的县市区发了一些协查通报。然而由于距离孩子丢失已经过去了一天，当时马路上有没有监控，警方的搜寻并没有什么结果。因为当时他是第二天来报案的，我们当时去火车站都没什么很大的作用，本来这个是我们肯定，如果当时他及时来报案，我们这个肯定要在这个火车站啊汽车站要跟他控制一下。很快孙思英的丈夫从外地赶了回来，之后的日子他放下工作开始不断地到周边各个省市寻找儿子。我就是八年不散了，渝江桂溪这边还有金溪，开始在山里面跟我哥哥找，两个人找，脚都找起大炮。孙思英和陈廷瑜至今还保留着与周边公安部门的往来函件，他们希望把孩子丢失的情况尽可能地告知公安部门，一旦对方破获儿童拐卖案件，孩子就有更多找回来的机会。广西一个打拐办，他又发了一个在报纸登一下，就是当时好像解救了一部分小孩子，我看到那个报纸，我写信给他们，他写的信，他回了也回了我们电话，就说这里面没有我的小孩，他就有希望呢，他就有，他就通知我，于是当地好多派出所，我就发了一个传单，就是这个事情。走失的陈丽是孙思英和陈廷瑜唯一的孩子，聪明活泼，惹人喜爱。如今孩子不见了，孙思英心如刀绞。这是一百天的照片，听到那个音乐响，他就蹦蹦跳跳，蹦蹦跳。我说，为了我儿子，什么我都愿意。真的。就是两岁嘛，我儿子一看到爷爷啊，你下班了、啊，会这么讲。奶奶也说，哎呦，这孩子真乖呀，我真喜欢。孙子英说，孩子其实平时是放在奶奶家带的，这几天正赶上清明，奶奶要去祭祖，孩子就临时被放在了姥姥家。听说孩子丢了的时候，奶奶彻底崩溃了。当时在地下打滚滚来滚，没人牵得住。他说就丢了，哭我死去活来。孙子迟迟找不到，奶奶不久就精神失常了，几年之后在痛苦之中离开了人世。后面就发神经了，也找不到，也是老在外面找。他60岁不到就死了。我在那个母亲碑上的把儿子名字还开在这上面。那因为这个孩子是奶奶在想念他的了，因为奶奶到死的可以让他是死为瞑目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也是等于我们家里也是挂念他，所以名字上就开在那个墓碑上。
而孙思英的母亲也始终处在内疚和自责之中，孩子是从自己手里丢的，老人觉得对不起孩子，也对不起女儿女婿。从这一点好像欠我的意思，就是儿子丢了嘛，一辈子都难过哟，把个外甥丢掉了，出生给我们家里丢掉了，这个妈妈可能觉得嘛，苦我才家里。那是肯定是埋怨的嘛，反正就是放，就是放肚子里的事情，嘴巴出来我没讲过他一句话。长期的痛苦摧残着老人的身体，不久孙思英的母亲也在病痛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。临死的时候妈妈都不闭眼，都是老陈用那个表情来跟我说，觉得对不起我。孩子丢失的第二年，孙思英夫妻又生了一个女儿。为了不忘记丢失的儿子陈丽，他们给女儿起的名字叫陈丽。要记得这个儿子的名字呢，就记得他，我把这个女儿子呢也给他起了个同名同字的，那个丽就是茉莉花的丽，有点挂念嘛，你在这个名字就始终想念着这个哥哥在还在世上。尽管有了女儿，但几年后孙子英夫妻的感情还是走到了尽头，离了婚。想到了伤心事太多，所以我也不想见他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，这中间孙思英他们从来没有中断对儿子的寻找。2011年，孙思英和陈廷瑜到公安局把自己的 DNA 录入到了信息库中。我们把它录入到这个数据库中比对，然后一直没有有价值的线索。每年比对几次？一年大概是四五十次。然而2015年2月21日，当鹰潭警方又一次比对孙思英的 DNA 信息时，出现了好消息。9点半的样子，然后做这个排查，他突然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孙思英夫妇的 DNA 分型和这个一个叫熊昌龙的一个人员的 DNA 分型匹配，就符合这种亲子关系的匹配。我非常激动，因为我们也了解到他这对夫妻呢寻找他这个小孩呢20多年一直都没有放弃，然后我们也对这个事情呢也非常重视。那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就采集一个资料。然而，满怀希望的鹰潭警方却失望而归。最终结果证明，这个熊昌荣与孙思英并无关联。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我们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个熊昌荣通过我们 DNA 数据库比重，明明就是这个人，为什么不是？而且年龄也相差这么大。通过对这个情况进行进一步的研判分析。请求这个当地的行政部门对熊昌龙这个名字啊再进一步扩大检索，是否有同名同姓的啊也被采集 DNA 的啊。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因为我们原来经历过这大致的这么一个相同的这么一种事情，办案过程中因为同名同姓被误判的这么情况确实存在。很快警方发现还真有这么一个人，他们所在的这个江乐县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熊大龙，跟他同村的，30多岁。这就是那另外一个叫做熊昌荣的男子。这个30岁左右的熊昌荣因涉及一起治安案件被警方调查过，因此公安部门采集过他的 DNA。 警方怀疑他才是孙思英丢失的儿子。为了进行确认，警方把熊昌荣的 DNA 与孙思英陈廷瑜的 DNA 进行比对，结果让人惊喜，他的确就是27年前走失的陈丽。母子相见，几十年夙愿终于实现。奇怪的烙印记录着他不堪回首的噩梦。27年后的重逢，一线继续播出。确认了熊昌荣的身份，警方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孙思英。你看这个照片，你感觉是你儿子吗？是，我就坚信他是我儿子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他轮廓在那里啊，小时候就这个样子，下巴跟眼睛就没变，我就知道，我就高兴了，我的话晚上就睡不着觉了。那就我心里就很踏实了，很高兴这个事情。警方调查发现，
这个熊长荣和他的父母都是本地农民，由于没有找到熊长荣的联系方式，民警首先给他的父亲打了个电话。他说有这个熊长荣是他儿子，在外面打工，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也不知道他住哪里，不知道他具体的位置。我们再问他，他就把电话挂了，之后就不怎么肯跟我们联系了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。虽然熊长荣的父亲不配合调查，但警方从当地村民口中得知，熊长荣可能外出打工了。询问到了这个熊长荣，很有可能跟他姐姐在杭州做事，做沙县小吃生意，就过去找他了。听说警察要去杭州找人，孙子英决定一同前往，他想在第一时间与儿子相认。我的话晚上就睡不着觉，就可想着明天能见到我儿子，他们这么多年。通过查这个暂住证，发现他姐姐在杭州米市巷社区办了一个暂住证。然而在杭州米市巷社区，警方先后找了几家沙县小吃，都没有发现熊昌荣的身影。最后还是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有了收获。主要那时候初步了解，因为我跟他们房东联系的，这个店生意也比较好，熊昌荣呢就是说偶尔会来，就是说这个店呢就是来帮帮忙。出于稳妥考虑，警方没有直接去店里找熊昌荣。因为熊昌荣的养父母是拒绝配合工作的，我们也担心，就是说如果直接去找这个熊昌荣，知道自己是一个收买的孩子，可能他的自尊心啊，包括什么，他可能也会拒绝，包括他的姐姐姐夫也会不配合我们公安机关这个工作。两地警方协商之后决定，由杭州片区的民警给熊昌荣打个电话，让他到派出所来一趟。我说你是不是在这里工作的，他说的是的。我说你有没有到我们派出所来就进行身份进行登记过，他说还没有。我说你马上到派出所来拿了身份证身份进行登记，他说我过十五分钟到。十几分钟后，熊昌荣来到了派出所。到我办公室以后呢，我就单独跟他讲了一下盛某要找他，包括就是鹰潭警方就是有些情况要跟你了解一下，这个事情跟他讲了。讲了以后他当时是有点激动的，激动的有点掉眼泪。我马上把他移交给了鹰潭的这个警方的办案人员。他妈妈看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比较兴奋，就比较情绪比较激动了。我说你对你的身世是否了解一点，他就说我知道我是被拐，然后他妈妈情绪就很激动了，就在那哭。我说你知道具体的情况吧，他说我不知道，我那时候太小了。然后他妈妈就冲过去，他就抱着他，他说你是我儿子嘞，你是我儿子嘞。他叫妈妈大家都死了，都是那些奶奶也死了，外婆也死了。我那时候脑袋很空白，我又觉得这么多年的经历过来，回想着以前一些不高兴的事情，一些伤心的事情，整个人就忍不住。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，谁把你带去的？我就过去把他腿啊掀开，那个小肚子脚，小肚子腿，一看是胎记。看了这边一个胎记，他掀到这个胎记的时候，我就纳闷，我说，哎呀，我这是胎记啊，我都不懂得。然后他就抱着我，他说我是他儿子，就哭了。眼前的这个人真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吗？熊昌荣还不敢完全相信。他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，也曾经无数次梦见亲生父母的家。做梦中，很小的时候，一直到十一二岁的时候，还有做过，就是说从砖瓦房，然后是木头了，就是类似于古代那种房子，就是说从那种房子里面出来，然后一个老奶奶对我很好，有两个人就说叫我跟他们走，然后喊其中一个人叫爸爸，就这个梦。我那时候还做哭过。对于被拐经历，熊昌荣只有残存的一点点记忆。我记得一个很印象深刻，就是我被带走的时候是有一包玉皮花生起了很大作用。
后来熊昌荣又被转卖过好几回，在他的记忆中总是恍恍惚惚地觉得自己好像在许多家庭里待过，似乎很多人都做过他的父亲。我们边上有一个厂房，那人在那边做木匠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他当时我看他的时候，然后我还喊他老爸，就这么喊，然后他看了我一眼又继续做，那很奇怪的。熊昌荣的身上至今还留着两处奇怪的黑色烙印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三小锯是吧？这后面还有摆一个，大家父母应该不管卖的，管卖的人可能弄的东西。这是压的。究竟被拐卖过多少次，熊昌荣已经记不清了。他只隐约记得小时候常常挨打，也因此他的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一直不太好。我这眼睛视力非常好，另一个眼睛的话就是看东西很模糊的，另一个耳朵的话也是类似的这样子。我可能不懂事的时候被人虐待过。直到来到了现在的养父母家，熊昌荣才结束了四处流浪的生活，安定下来。虽然新家也不富裕，但养父母对熊昌荣都很好，很少打骂，也和对其他孩子一样供他读书。其实他对我的好不会表现在言语上，他就是在行动上，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啊就喜欢什么东西，他就会骑着车会带你去，还有生病的时候打针的时候他会哄着你，就是说打完之后他就会去买糖，会说买这个吃的给你，那个吃的给你。在这个家里，熊昌荣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，他的姐妹对他也很好。由于家庭经济不宽裕，为了供熊昌荣上大学，他的姐姐还主动放弃了学业，把自己的学业给牺牲掉了。虽然说他一直不说，但是我其实都很感激他的。虽然生活看上去平静美满，但身世之谜始终困扰着熊昌荣。孩子打闹，组里面就会说你是被人领养的，然后一直陪伴这个环境，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，你想不知道就不行了。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想法在熊昌荣的心里埋藏了很久，终于有一天他向养父说出了自己的心愿。我们就吃饭的时候他说你现在 也大了，如果说你要想要见他们，我也不建议，其实假如说你还想去跟他们生活，其实也不建议的。他是这么想，我就吭声想说点点头，也不怎么做声。然而茫茫人海，要找到亲生父母谈何容易，几经周折，熊昌荣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。现在他没想到的是，亲生母亲却突然自己找上了门来。和孙子英相见后，熊昌荣决定和他一起回江西老家看看。太高兴了，想不到你来这还能见到你。还不知道这眼睛都出血了，一直念叨着，觉得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骨肉分离27年，终于团聚了。孙思英一家沉浸在了巨大的喜悦之中。但是，对于江西警方来说，还有一个谜团必须要解开，那就是当初到底是谁拐卖了小陈丽？20多年过去了，许多当年的痕迹和证据已经难以寻找。据熊昌荣回忆，他曾经在家中看到过一张自己的卖身契，也许在那上面能够找到解开谜团的线索。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，鹰潭警方决定和熊昌荣一起回到福建去寻找那张卖身契。生父母养父母尴尬相见，一张契约能否查出悲剧元凶？他说一个小孩子要来卖。27年后的重逢，一线继续播出。和江西警方一起，孙四英、陈廷瑜也来到了福建，打算见一见熊昌荣的养父母。从感情来讲，就是儿子在那边没亏待，
有点感激他吧。牛奶，橘子，送给他，反正其他再看当地再看一下吧，再看什么怎么弄吧。到了那边，我再跟他聊聊嘛，和他聊一下，所以当一个亲戚走吧。我过去了之后，希望说父母亲那边能先能招待好大家。我们那边有个喝擂茶的习惯，我估计我母亲会到时候会留擂茶。这个地盘，一百个字，那个好，好，那就停那边吧。那一个是。回来的路上，熊昌荣专门打电话通知了养父，但是他预想中的擂茶和热情迎客的场面并没有出现。家里只有熊昌荣养父一个人坐在桌前，显得有些冷清。感谢你把儿子带这么大啊！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坐坐坐坐坐，好好好，他过来去来，看看打牌怎么样？坐坐坐，好。刚刚回来这是一晚饭，说是吧？还有点事儿。脚上都湿了，快去。对，哪些地方不服？我先吃饭回来，回家洗澡再打。看到养母迟迟不露面，熊昌荣悄悄上楼去寻找。现在坐吧。原来养母在厨房里，她没有准备擂茶，只是给每个人倒了一碗白糖水。这时候孙思英主动搂住孩子的养母坐了下来。我们也是亲戚的，知道吧？也将来到米兰去吧。哎，到米兰，等你转机再去。等你爸爸过来去。最好是应该我们家亲家葬场了，奶奶也死了，外婆也外公都死了，是吗？不要找他，那如果呢？这个会搞不定，那个他找这么多年，找二十多年，我现在找，可能快30岁了。尽管早有心理准备，但父母们相见的尴尬场面，还是让熊昌荣不是滋味。幸好尴尬并没有一直持续。很快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当年那张契约上。生父母陈有才，于根基双亲将亲生儿子过继在场人谢长胜卢延美也是一起玩的、我当时就叫几个不认识的去一起去啊，如果认识的因为有人也讲不清楚吧啊，那这个事情会不会找麻烦吧。他这个当时这个协议啊是怎么个情况啊？协议是我老公去带他的时候就叫他那个人写的，是叫那个人写的啊。哎，他也留一张，就我也留一张。他现在人在哪里知道不知道？他这有名字在这里吗？名字在这里是啊，他们一直到城里去，外婆都没有看到他呀。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啊？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呀？孩子是怎么来的？孩子就是听人家说的嘛。听人家说的那个龟山桥头一个破房子里面啊，带了那个人呢，带了3-4个小孩。他说一个小孩子要来卖，是这样子的。30个小孩，带了3-4个。那卖的人他是说他自己的孩子。那这3-4个孩子是怎么来的？就你们了解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哈。这个我们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就去带他来了。这谁去带他来的呀？是我老公，还有那个一起玩的。这张契约上写着卖孩子的人的姓名，警方马上开始追查。姓陈的跟姓余的你不是女朋友吧？不认识的。姓陈的和姓余的是那一家卖那一家的。他卖的他这个两个人当时。他当时是讲什么话？是跟你们讲福建话还是讲什么话？当时多大年纪？他讲普通话。讲普通话的。对啊。警方还想了解更多的情况，但熊昌荣的养父很快就不再配合了。你是怎么听到说有这个城里有这个小孩？就谁跟你透过这个气啊？来安慰一下了，几十年我搞不清楚，那我搞不清楚。
没事了，你这里住，这里玩，我走了。养父自顾自走了，而养母也躲进厨房洗起了衣服。不对他挺好呗，还叫他去念大学，还抚养他去念大学。我两个女儿才念到初中毕业的，我带他来就是像我亲生的一样，从小带他到大。我就是没有肚子里面没有当他十个月，我是当我自己亲生的。那你希不希望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？我希望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啊，成一个家啊。那你不担心他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之后最后离开这个家？这个担心没用啊，他现在毕竟都三十岁了。你准备怎么和他的亲生父母相处？那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从今天也听到我这些感觉，父母亲还有点抵触亲戚。是，我觉得是，特别是他母亲，我觉得我儿子不开心在这。其实我真的希望我儿子跟我过。一边是生身父母，一边有着养育之恩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平衡，熊长荣也一时没了主意。因为有时候做人的话，并不能十全十美两个人照顾到。如果说完全顾及到我亲生母亲感情，那我亲父养父养母那里的话，就会受到伤害，所以说我这也很矛盾很两难。那肯定得要。经过慎重权衡，熊长荣最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那我户口一定要在那里，跟我养父养母在一起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也能让我养父养母放心。你说这句话之后，你的生父生母是什么态度？他也很难过。因为我母亲，她很希望说我能在她身边，所以我心里很难过的。熊长荣说，他希望将来他成了家，生了孩子，两边的父母都能照顾到。我希望说以后，我的老婆能生两个孩子，一个跟随我亲生父母亲，一个跟随我养父养母亲，就是让他们心里会有寄托。好，先生，打招呼。大姐，别打个招呼走了哈，等到民航完吧。谢谢你带我儿子这么多年，辛苦了啊。大家都辛苦。辛苦，真辛苦，你这一位姐姐。我儿子他们做姐姐的好。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嘛，是兄弟姐妹之间。等到银行来玩啊。好的。再带着父母过来玩，好吧？你们有时间来我们这里玩，会吗？会吗？认识了，是不是？是，认识我自己哈。再见哈。再见。再见。那你们慢走了。好了，好嘞。慢点，慢点。以后有没有想该怎么去处理双方的关系呢？我想就是缓一下，缓个一两个月，到时候把我亲生父母亲和养父母的话，他们也有机会也见个面嘛，然后大家坐起来吃个饭，增加感情。我姐在边上帮衬一下，她是比较明事理的，所以说的话就会好。走失二十多年的孩子找回来了，无论如何都是件喜事。但是对于警方来说，这个案件并没有完结。鹰潭警方表示，他们会继续调查，力争尽早将涉案嫌疑人绳之以法。这一起案件，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，终于让亲人来得以团聚。下一步，我们会继续加大工作力度。二十七年的骨肉分离，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孩子而言，都是难以愈合的伤痛。幸运的是，孙思英和陈廷瑜经过不懈的寻找，终于和儿子再次团聚了。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走出悲剧的阴影，开始幸福的人生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，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。这里是一线，我是陆晨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